有没有人送过你钻石？不可能。怎么话锋一转，问到意外？有没有？我有假的。有没有送过人家钻石？没有，目前还没有办法。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这个机会。啊，懒懒不接受。说一个三角恋。没有，请出题目 ，Go。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？为什么遇见的王子就不是王子啊？我并不期待他会有玻璃鞋和白马。我惊讶的是，情话竟然被变成谎话。下班先丢的情感，哇，好迷人，飞得那么高啊！哈，嘿，到副歌就会了。是不是越听越熟悉？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歌。对呀，唱出来你们接着唱，接着唱。半糖主义，太漂亮了。半糖主义不是啦，哎，完全错，完全错。No No， 好，两队有没有？哦，不行，我不会。这张专辑的主题好像就是这个歌名，对不对？对，半糖主义专辑的名称就是这首歌。提示一下，好，正确答案就是。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想。是非常刁钻哦，而且及时性很高哦。Elby 有没有什么愿望？愿望？愿望？不想长大。我的愿望吗？对，如果现在直接去打吧。哦，活在当下。哎，他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就打靶。比如说，有没有这一生有没有一个男人送给？因为刚好在看一个 Netflix， 里面他讲那个钻石，有没有人送过你钻石？不可能。怎么话锋一转，问到意外？有没有？我有假的。有没有送过人家钻石？没有，目前还没有办法。没有这个机会，没有这个机会。啊，懒懒不接受。说一个三角恋，没有，兰兰没有，兰兰没有 ，OK， 没有。他今天就穿的蓝蓝的啦，啊，衣服已经说明一切，有吗？好，维婷，有人送过你钻石吗？好像还没有收过。演戏的时候，如果一打开来，演戏那个是塑胶钻石，你看到是一个钻石的盒子，拿到你面前，你知道哇，里面是钻石的，一打开，哎，你会怎么样？谁给我的、啊？就你，里面真的喜欢你的人呢、啊？就是要跟你求婚的人，真的是钻石，真的要逼我哈！哎，你在掏什么？这位置不对，这位置不对，小叮当，帮助我，伸出援手。没有啦，是假设啦，假设一下。哦，如果是这样，就问他多大？哎啊啊！他如果他说16公分，打下去，那说明是钻石位。不下